梦多命根子受伤，小梁尽想还原现场。打拳的时候就是被踢到，踢到的是那个鸡蛋，对，我有办法，超痛。男生的话一定知道那个痛多痛。那一天是刚好我踢这样踢他的时候，他的腿从下面蹦上来。我听不懂哎，还是请燕君来踢看看。不用，谢谢，不用。今天晚间11点，超市1/2强。